记得给我们打卡啊，记得给我们打卡。嗯，那像这只鸭，这是鸡啊，这是鸡是不是？这只鸡的话，它是鸭，到底是鸭还是鸡啊？像这个鸭，我们就是非常明显可以看出，它呢来自一个将军世家，它是一个一个非常有显赫家世。哎，你怎么把将军的腿就这样拔掉呢？你一点都，你看你一点都没有尊重将军本人，你这样做对吗？就是这样才会胖。不是啊，是将军，他战场上叱咤风云，如今被你掰断了一只腿骨，你叫他情何以堪？真的是，我被掰下来，结果什么也没有。你看你吃成这样子，我看你是根本不可能瘦下来的。你不是说了越吃越瘦吗？但你都没有遵照我的法则啊。那好，那好，那遵照你的法则，这块鸡排，你给他一个故事。这是鸡排吗？对啊。看不出来，这是甜不辣吧？还是鸡排？这什么鬼啊？甜不辣吧？嗯，好吃吗？你不喜欢？嗯，我不喜欢。我吃吃看哈。我还是比较喜欢这个甜不辣，好吃吗？它凉掉就它凉掉就比较不好吃，就比较。我还是没有觉得我在瘦啊，我反而觉得我的那个腰带有点开始变紧。你到底有多饿？就我饿了一晚上了，你知道吗？啊！这算直播事故吗？我觉得很棒哎。丽莎名字，丽莎名字。